某一个 channel 刚好有。对啊。啊，反正等你用好，有空再回来看。那个可好，那个啦，我接下来再给你看那个他在 rolling， 然后我这边档案出现，可以啊。我再给你看到这个就差不多了。是啊，是啊。其他就是更实际应用。然后可是我刚刚跟你讲那种对话，我觉得只要有人去拍电影，他们应该会对这个重新采用。现在还是有很多那种，你知道吗？他不看画面，什么都不看，他只看型号。我觉得 Alessa 桑之类的，没关系啊，他有钱啊，人家有预算啊 ，OK 啊，那就他喜欢就。OK， 但应该这个时代慢慢会啊会啊，已经过了，因为我们这次工作，我们不是法拉利，是法拉利买来收藏，我们是买 Alessa 桑来收藏的，对吧？我们是。钱滚钱，它不是奢侈品，我们是钱滚钱，它就是一个，它就是一个工具吧，对，它是一个机具，对啊。但是我们电影是很有情怀，没错，我没有说它没有情怀，但是没有啊，就是影视工业，我们是工业，我们是要有一个流程 SOP 在跑的。而且他现在很想是，他是用多点攻击啊，对，他用多点攻击，所以我觉得。很好玩啊，这次啊，你有，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如果有多机进来也是可以嘛，是不是会就是 cloud 的那边？哦，多机没问题，因为为什么你都进到 cloud 再下？那自己有 router 的内部网络这边？不是，你在 cloud 那些整理啊， cloud 是一定要经过 cloud 的吗？就有点像是什么，知道吗？没有，用 cloud 比较方便哦，你也可以用网络连过来，但是那个资料量巨大，你懂意思？就是。他那个是弱导，他用很高速。因为我在想说你的现场硬那个什么，如果你要直接这样子无线传过来，我们刚刚试了，那一个无线分享器太烂了。这个真我刚刚有试啊，真的那个太，它的内网网速太慢了。因为那个我们是租那个凯擘一天的，我不怪他了，那至少要有 mesh 的那种。就不要太差，应该就可以了。WiFi， 所以它它有内建 WiFi 吗？还是要接收？有内建 WiFi。啊哈。有内建 WiFi。Okay. 然后那个 WiFi， 如果你现场没有密码，它可以连你的个人热点。对啊，就是接，好像接手机是不是 USB 嘛？对不对？也USB 我还没接过。就 Type C， 我这个也可以啊，就 Type C 接出来手机，你就可以当。那你这个对，你已经。我还有加强的地方，我再弄熟一点。对啊，你说你们带是只有这一台吗？所以你之前的 4.6K 你们还是就你们还是不理？没有 4.6K 就是大家富民他们也在，就他就但是这一台的话是就只有你们在搞，富民也要跟我们拿货。OK， 就我们的协议是这样。OK， 所以从这个之后。就是都跟你们拿的，还是不一定，看他们的产品路线。如果我们不够努力的话，有可能会换别人。但在那之前，我相信是不会的。我蛮有对这个很有信心。12K 接下来是 17K 了，是中片幅的。那个我们更不用看这个，我现在可以期待它那个应该是恐怖的。对啊，它是中片幅的，就 Alessa 65的，那个应该是为了 IMAX。哦。然后后面还有，我比较期待。其实如果你要讲未来的话 ，Immerse 哦，就是那个两个，因为我看我不要讲 Apple Pro 了，我光看那个 Oculus 就卖得很好。我在想，你这样子一颗镜头，就假设你用很高的话，影像尺寸去拍，然后两颗镜头，像 Canon 的那个鱼眼嘛，对。那你这样进来，那为什么不直接用两台摄影机这样拍？那差别是在哪？因为你两台 是方便吗？两台摄影机必须要，对我来讲，两台摄影机 C 好像那个成本会高很多，因为它那么大台，我目前没有看到有人做便宜的 3D 支架，有土炮的 3D 支架，是啊是啊，很丑。然后你知道那个以前，那时候 3D 流行是2000年嘛？好久好久，很久以前，10年、15年前，那个 3D 支架超贵的，就是，对，就是那些东西，就阿凡达那个，对对，那个 3D 支架超贵的，对，所以我觉得是这个问题，所以他把它装在一起，因为你只要少了很多配件的话，你会更容易让更多人使用，我认为是啊是啊是啊 ，Quest 3
你说 VR 都有这么多了，都已经到第三代了。啊，就敬请期待。你是用 L 吗？没有，我这还是 4K 啦。哦，我是用 Meta Phone， 4K 就很好用了。我是喜欢 Meta Phone 啊，我觉得可以亮一档光的，多爽。哦，你用 Meta Phone 那个什么 Boost 那个？对啊，你能亮一档光，我是觉得蛮喜欢的。就是又小，你 M43 转 EF 的？对，就是又小又 OK， 虽然动态范围不是这么。就是跟这些比，但是正常使用还是 OK 啊。近这样子，简单还原就很漂亮。没有，主要是看拍摄环境吧。如果拍纪录片的话，它可能就是你需要曝光再更准确。哎，你如果拍广告没有问题啊，我都在摄影棚里面，我灯光我自己调。对啊，所以就没有问题啊。拍广告也可以用它。对啊，还不会有人管你用什么机器啊。对啊，主要是工作流程啊。对啊，对啊，如果有人。在后面处理，像你刚刚讲的，可能现场 DIT 也可以啊。他现场如果你那边要传档案或过档还是怎样的，你网路慢也 OK 啊，就慢慢传或者是怎样。我晚一点真的会弄啊，但我至少我觉得它的设定上蛮方便。是啊，是啊，比较不用，不是那种技术门槛很高啊。就你不用再输什么一堆程式干嘛的，这个其实就打开然后领好 OK。对。然后像 FriendIO 也有。但 FriendIO 离我理解，它就是 Serato， 你没有整合的那么漂亮。富士好像有整合在相机里面，但好像就比较是松下，哦是 Panasonic， 富士还 Panasonic。哎，我纪念品给你了吗？有拿了。对啊，所以它这没有办法用 FriendIO， 应该是不行。我想 FriendMagic 应该不行，它连那个都没有了，它连那个有。他的 ATM 都没有那个，你知道那个叫什么协定啊？靠杯，他们那个导播的协定。哎，你等我一下，我拿个纪念品给我。好好好。